夜许，白居易。已讶衾枕冷，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已讶衾枕冷，不见窗户明。已讶衾枕冷，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睡到夜间，突然觉得被窝里有点冷，于是就看了看窗户，发现上面发亮，原来是下雪了。时不时听见竹子被压折的声音，才知道雪下得很大。全诗诗境平易，浑然天成，无一点安排痕迹，也不假纤巧雕琢，这正是白居易诗歌固有风格的体现。